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谁都不知道的。其实我现在的弟弟他不是李崇光，我知道你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，对吗？我当然不会了，可他既不是李崇光又不是革命党，那为什么要他赴死啊？与是不是革命党已经没有关系，他虽不是李崇光，可他已经成了李崇光，是我们李家的人。那个铁山为难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我弟弟若承认他不是李崇光，他就等于毁了我二叔的一辈子，还有我奶奶和我们整个李家。所以他死都不会承认，他虽然不是我的亲弟弟，可我就是知道他是不会承认。真的是条好汉。你说你有事要忙，是不是为了你弟弟的事？梅先生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梅先生，你真要离开广州吗？是啊，想离开这伤心之地。伤心之地？我喜欢上一个人，可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逾越，就想离开他，但是又觉得其实没什么障碍。我想向他求婚。李小姐，我要向你求婚。我喜欢你很长时间了。不行，文先生。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真的不行，文先生。为什么？文先生，我还有事，你放开我。对不起，我要先走了，你放开我。我送你回去。哥，昨儿你回来晚了，这些你可都忘勾了。啊，先放桌上吧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听说前两天制造局有人请愿，要求释放李崇光。哦，就是那个姓于的商绅，说李崇光不可能是革命党。哼，说是要发还李家的股份，要不然他就撤股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全消停了。一是那欧兆新老二让钦差给抄了家，二是咱们这些日子不接连咔嚓那么些人吗？那些商人全哑炮了，
别说替李崇光求情了，就连撤股都不敢再提了。那制造局的生产受影响吗？没有，桂香说了，好得很。嘿，那些工人加班加点，没日没夜的，报酬都不计。哎哥，高明啊，对待这些奸商就早该来点硬的。 哎哥，你别说啊，就那贾李崇光吧，在这帮商人中，嘿，人缘倒还真挺好。怎么说？前两天吧，有一商人跟我打听您，问我您好不好色。哎，他说给您觅了一大美女，准备把这个美女啊送给您，能不能换李崇光那小子一条命？奶奶的，当场我就赏他一个大耳刮子。哎，对了哥。 桂祥打电话来说，能不能把这李崇光押到制造局，当众处决，说能震慑那帮奸商和革命党。算了，午时三刻，由你监斩。是，通知家属收尸。 给我多拿几双筷子，来时装吧。我叫你拿就去拿。是，奶奶。 娘，大伯娘，念慈姐姐，春家哥哥，阿伯，淑云，阿春，哦，淳妹妹。 爹，辛苦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过来吃吧，老弟，来，一起来。
欺骗你，我没有有意要接近你，我保护孩子，我为了革命党自杀，隐姓埋名把他们送到御云堂，我没有策划过任何事，除了身份，我没有对你撒过谎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个人对厉家没有仇恨，所作所为都是职责所在。我是大清的臣子，我必须要维护大清。虽然他千疮百孔。 虽然他病入膏肓，我的职责是惩治贪官，肃清革命党。我第一次去教堂，我是去接小厨小新走，同时侦查革命党在沙面的踪迹。 但是我遇见了你，我没有理由告诉你我是铁山，我只能是文先生。我发现，把小厨小新留在教堂非常安心。你的恬静，你对孩子，对家庭，对全世界的态度感染了我。我愿意去教堂。 是一个令人安静的地方。我愿意把文先生演下去。我愿意再见到你，但是我不能忘记我的职责。一律，李崇光当斩。可我早知道他是阿死，而不是你的弟弟。 我迟迟不杀他，是想给他活的机会，可他偏偏要当李崇光。我只好再想其他办法。妻子死后，我一度辞官，想独善其身，照顾好两个孩子就足够。可摄政王。 给我重任，时势越来越严峻，我不来做，更没人做。如果靠几个革命党就能带来朗朗乾坤，那只能说明太幼稚，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。我于是决定，要更加猛烈地打击贪官和革命党，不为人言，不计成败，死而后已。 李崇光死于我手，我是痛心的。他是被人蛊惑，误入歧途。你叔父的死，我更痛心。他只是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商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我实在不想再杀阿四。 铁大人，我可以走了吗？ 我不想听什么知识名言，我只想知道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会不会放了我弟弟？
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斩立成光。你还是要杀他？为什么？我是大清的臣子，必须以法令办事。那我答应嫁给你呢？我可以寻一回司，一生仅此一次。你还在要挟我？对。 君子，我绝不会嫁给你的。我弟弟已经准备去死了，我们李家的人谁都不会被你威胁。大人，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 能不能把刀换成枪子？制造局产的，七里米酒毛瑟枪子，并且拖延时，敌火最高水准。<笑>好，成全你。开始吧。 还差一分钟。哎，对了，门口有两个女的想来收你的尸，如何？让他们前来看看你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 圣经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全部的律法都包含在“爱人如己”这句话里。午时三刻一到，行刑队，站！预备！圣约，让你们两个受审，止了。 午时三刻一过，不便行刑，将李犯带回看管。啊！是。解散！是。你们搞什么？不信你们就问弄的，想杀就杀，想吓唬就吓唬，不信！是这儿，午时三刻还没过，快开枪！老实点，开枪！走！走！快走！走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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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 还想要什么？还想从我这里要什么？告诉你，没戏。嗯。
你还想要什么？你一个车夫，为了给女友治眼睛，当了一把富家子。现在，女友的眼睛治好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当革命党很过瘾，是不是？还是让两个女人给你守寡很得意？关你屁事！你知道啊，革命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别用欧淑云或者秦少白那儿学到的时髦字眼，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，什么是革命？革命就是夺权，建立民国，要不要人来当皇上？如果要，前明还不如大清；如果不要，那谁来做主？是欧巡抚、总督、李重甲，还是秦少白？生旦净末丑，中国还是那些人，要么安分守己，要么乱作一团。请问，革命成功了，阁下你想要做什么？是拉车或做买卖，还是带着人上街乱抢东西？起身，有话直说。你为了报答李家的恩，把李崇光做到底，甚至不惜一死。其实，该报的恩你早报了，你也不用死，一会儿就放了你。要当李崇光，就当到底。明天我就把制造局的股份还给李家，你就搞好制造局的生产，以后别再掺和那些个你根本不懂、心里面也不想干的那些事儿，这样大家都太平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当你是上帝啊？阿四，我不信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凭什么不杀我？你必须说清楚！我凭什么领你的情？我不走，我不当什么鸟总办。我都死了好几回的人了，我怕你啊！赶紧把我毙了，清静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以后铁山就是你姐。你欺负我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王八蛋，禽兽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，我做厉鬼把你给阉了，放到江港里喂狗！快放手啊，崇光！别走，别走！阿四，加油！阿四，别走！阿四，阿四，
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早就认识他了。他早就打你的主意了。不是，我喜欢的。你喜欢谁？喜欢他？你别蒙我了。他还没有霸占你吧？你绝对不能为我做这种下贱事，死一百回也不行的。楚光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实在没想到。没想到就对了。可是那咱们怎么向总督那边解释啊？解释什么？不用解释。哎哥，那您这婚礼打算怎么操办呢？在教堂办，谁都不许请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啊。我让阿四做回总办，是为了牵制李崇甲。李崇甲这人完全不能信，但是又必须得用他，这才是最关键的棋。哦，我懂了，哥。这确实是一步好棋，可是这李总办就能完全信？李总办由李崇甲牵制，铁哥，天下凡物只需精心打磨都能改变其本质，何况是人。这阿四能当李崇光，我就能让李崇光变成真正的李总办。哥，我忽然记起来了，当年要不是您送我去军事学堂，我现在还在西直门斗蛐蛐呢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姐，你不用把他说的那么好的，我不信，你还是为了救我。那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这是主给我指定的姻缘。主指定的，那就更说明你不想嫁他，你还是为了我，你不想这样的。真的，你回绝他吧。我已经准备好要死了。崇光，你别再意气用事了。我知道你不想当革命党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李家。你现在不用死，应该好好活着。铁山虽然对我们李家做了很多恶事，可是他也是有原因的。遇到恶的人要用爱，不能以恶对恶。他也答应我，皈依天主。我相信他会洗心革面，变得仁慈起来的。崇光，以后我们会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你愿意接受他，就跟他相处；你要是实在接受不了他，就别跟他相处。你还可以做回你的阿四。姐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回阿四。姐也舍不得你，你不是阿四，你就是崇光。上帝已经带走了我的一个弟弟，我不能让他再带走你了。姐。坐下吧。
张光，你没事吗？丞相的丞相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张光，你真的没事？张光。这让娘担心了，烛光，我的孩子，快起来吧，啊，让我看看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还好吧？娘担心。没事的，娘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什么？娘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这件说好的事儿，明天就成亲了。我不同意你姐嫁给他。娘，您什么意思？这多好的机会！这是什么机会？他是个屠夫，是个杀人狂，是咱们李家的仇人，你不知道啊？可是当初不是您让我投靠他的吗？我是让你投靠他，我没让你把你姐也送给他。他老婆是怎么死的？是被人给炸死的。这是报应，报应！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也去跳这个火坑。这事您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人都已经定下来了。你放屁！想当官，你想疯了是不是？你出卖你姐！我想明白了，二房的儿子为什么放回来了，是用你姐去换的。娘，那次，娘是不会让你嫁给这个恶魔的。放心，走，跟娘收拾东西。娘，去哪里啊？去香港，去南洋，去他们大家找不着的地方。啊，钟家，去准备车，我要送你姐走。娘，娘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决定了要嫁给铁大人，没有人逼我嫁的。什么？娘，我早就认识铁大人。女儿愿意嫁他，虽然他是个杀人恶魔，但是主是不会放弃他的。你偏要嫁给他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从现在开始，不许离开这个家。娘，你给我滚！我怎么养了这么一对冤家哟？哎呦，活不了了，我活不了了！哎呦，活不了了！哎呦！阿春，你不能走。阿四哥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但是，你要给我时间，给我机会，让我去做一个能够配得上李崇光的女人。阿春，我们不能总不在一起。阿四哥，阿四哥，你现在对我是不是跟对淑云姐一样的？
一样的牵挂。阿春，你才是我老婆，你说过，你才是我的女人。是，我是。可是，可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。放开手！不放手。阿四哥，舒云姐，舒云姐要回来了，阿春。阿纯，秦小白的伤怎么样了？必须马上见个面。革命党很可能出了内奸，按照这种情形，阿晨会怀疑我们。一大早就去了医院，但是又走了，伤还没有好。怕我出卖，他也疑我。伤的伤，死的死，关的关，就我没事。新做的小舅子如此疯狂，任谁都会怀疑我。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别灰心，总能弄清楚的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一定能够等到他。Oh!